我哋唔知佢。你唔可以唔信啊？我唔會，但係我哋個朋友應該會識。嗯，我都想知道有啲。你都係專家嚟。嗯。診所啊，醫院嗰啲教。有教會。有教會。係。身上面通常啲人有病啊、剩啊、受咗傷啊，有人死咗要復活啦，就送去教會。唔係，通常死咗復活係死咗係埋咗去船嘅。啱啊！你會唔會咁啱過去同你嘅朋友傾下？想多啲資訊。想我講資訊啲。佢哋過嚟幫手。不如我哋照顧到啲病人先啦。但係落佢哋照顧好辛苦喎。冇醫療嘅咁多人，冇醫療嘅能力。我決定可以用我的配合，我開始去 care 嗰啲病患，睇下用啲水嚟幫佢鼓勵，減緩佢嘅痛苦。好啊 ，OK。咁幫我摘一個都係治療 medicine 嘅檢定。我先祈求神嘅祝福。好，神啊，請你指示我啊。好啊，求指導。師傅邊個指導？好啊，我哋講一講就係。有一部分嘅神官咧，本身有一個我哋嘅氣法啦，係叫指導神，咁咪可以做個簡單嘅祈禱，然之後令到佢之後做一啲嘅檢定啊之類，係可以有一個獲得一個一粒四面色嘅價值咁樣。咁所以通常好多時點解你會見到啲神官或者傳教士咧，係啦，做一件事之前就會先祈禱，神啊，你唔好有魔啦，我會唔會咁噶？你唔會啊，你唔好點點。係啊，冇錯。我是新手上路的聖騎士，身為一片光明之感，好想去幫大家。18，好 ，OK， 你嘗試去幫佢哋做啲水打啲水啊，等等啦，然之後因為其實啱啱啊落嚟咧，亦都好快咁樣攞桶水出嚟，然之後你純粹用一啲毛巾啦，就會幫佢敷下成啊，咁同埋就睇下可唔可以幫佢減緩嗰啲一啲嘅症狀。冇錯咯，係啦，咁先檢查下啲水。我冇聰明咁呢個方法。我係衝動派嚟嘅。你想點樣去檢查啲水咧？用你個用自己飲啊？係啊。最好嘅檢查方法。你聖騎士嚟噶嘛？聖騎士會唔會有個能力可以檢測便秘我身體檢測？有啊，你用身體檢測完之後再問你食翻咪得咯？得唔得㗎？得得得。有啊，好黃色噶嘛。我只是知道聖騎士有一個能力，就是你平時有一個叫做 lay on hand 的能力，就是一些聖療咁樣啦。咁你咧每日就有十點可以治療十點傷害咁樣嘅，係啦。咁咧只要你一次過治療五點或以上，你就可以幫人解除一個病疾病或者一個毒咁樣。哦，係啊，冇錯，你係有啲咁嘅嘢。OK， 但佢有成六七個喎，夠唔夠覺得夠唔夠地？係噶，咁咪自己嚟試咯，咁你就係夠你一個得啦。哎呀，你好聰明。好 ，anyway， 翻嚟先。艾文君道，阿文 sorry， 白狼，係唔好意思，係你傳錯添。白狼，你係諗緊定係想去調查啲殘具？我想去調查。你想去啲調查啲殘具？好啊 ，OK。咁於是乎，啱話落嚟入去廚房嘅時候咧，你靜雞雞，你想靜雞雞定大刺刺入去？靜雞雞啊！靜雞雞地潛入去廚房，幫我摘個 stealth 係啦，一個潛行嘅檢定。恭喜你，你摘咗個20，你覺得你潛得好好。你要嘗試完全靜雞雞攝手攝腳咁行入去嘅時間咧，而側邊你一入到去，你先留意到廚房而家入面有三個人，係啦，而嗰三個人咧，佢哋都係好躊躇咁樣諗緊，啊點算好咁樣樣咧？係啦嘅時候，你發現佢哋完全冇懷疑過你嘅出現，然之後你入咗個廚房度，你聽到佢講咩？佢哋真係諗咩？點算咧？咩事出咗啲問題咧？我哋平時好注重清潔嘅喎，咁作為一間咁然之後另一個睇落應該係大廚打扮嘅人就話：我作為一個大廚，我喺度都做咗5年，我未試過有啲咁樣嘅事，跟住你見到有另一個咧，係睇落比較肥胖嘅個裝束，你覺得似係助手咁樣。然之後佢係一路攞住咗個碗啦，然之後一路食住嗰啲湯羹咁樣嗰啲古仔，即係應該係你估係啲早餐啦。OK， 喺呢度食住，係咯，我食都冇問題。咁佢又 keep 住啦。咁你大概見到啲咁嘅，有冇啲污糟嘅碟啊、餐具喺某個地方見到嘅咧？有。但是你知道，如果你要行去那個位置，你很大機會會
會俾佢哋發現到，因為佢哋企緊嗰個位置，基本上就係嗰個洗碗盤嘅附近嘅位置。啊，順帶一提咧，必須要講一講嗰個年代咧係冇水龍頭呢樣嘢，佢哋都係一般喺出面啲井啦，打啲水，然之後再用水嚟去做洗嘢成，咁啊唔夠就再出去打井打水。阿細力其實係都係自己正佳嘅傳去入去咯。好啊 ，OK。咁但係啦。個 stealth 係得個七嘅啫。好啊 ，OK。你跟住亦都嘗試至靜雞雞咁樣去跟住入去嘅時間。你一路都覺得好靜，好順利。咁你白狼亦都冇聽到有任何嘅人去跟住你嘅，除咗你喺度望緊，講緊嘢嘅時候咧，阿西力忽然之間掂到一隻碟，嗯，係啦，你一困一困，隻碟啪咁樣跌咗落嚟。好啦，於乎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個人就同一時間就望向咗你嘅方向。嗯，我哋調查。好似你係黑暗精靈。係啊，冇錯。哦，係啊。跟住然之後，你見到佢三個係有三個廚師打扮嘅人係攰咗咁樣，係啦。有其中一個肥仔咧，係攬住一兜嘢，啲糊仔喺度跌緊啊！我知道大家見到我的工作就算是很厲害的，但是呢我來自一個離開了赤木的社會的一個小鎮，我在那裡就做一個守兵，所以我是很懂得調查一些問題，亦都是有些魔法的問題是我的專長，所以我就想進來看看出面你啲係用咗嘅餐具，你話你啲冇用過，你啲冇試，喺出面用咗，我要調查有冇啲魔法令到佢哋咁。幫我集個睡房。哇！好多二手，好多二手，好多二手，今日好多二手。我都諗住我係好愛人格擔保佢。你明住啊！你喺出面做緊其他嘢。擔保佢。係啊，廚房嘅嘢唔關你事住啊。你講咗好字正腔圓咁樣講咗你嘅身份，同埋講咗你入嚟嘅目的。你見咗三個廚師，原本都見到你黑暗精靈咁嘅樣，係有啲半信半疑嘅。咁但係佢依一刻，佢哋覺得啊，不如都係俾佢試下啦，係啦 ，OK。我諗雖然我哋聽聞過話黑暗精靈會落成日都落毒，咁我諗應該唔關佢事嘅，係咯，我諗係啩。跟然之後，見到為首睇落係大柱嗰個就係交俾你啦。嗯，佢唔係咁樣，交俾你啦。好。想喺佢哋傾緊嘅時候，我施放呢個 Mage Hand 去攞其中嗰啲餐具，即係啲刀叉之類。嗯。好啊 ，OK。忽然之間，你正諗住去檢查緊嘅，你行緊過去嘅時候，你見到有一隻透明嘅小手拎起咗一根，你見到佢，我都係諗住咁樣檢查嘅，你做得啱嘅。嗯嗯，好，咁我哋就開始睇。好啊 ，OK， 好睇。兩位幫我摘個調查 investigation。哇！次次都二十幾，我要求鏡頭器，咁啊 OK 嘅，咁啊玩家賺二十賺得都係開心嘅，好加四嘅，所以二十。好啦，咁啊，你兩個都分別地見到啲餐具上面，有少少嘅菜汁啊，同埋有啲正話嗰啲糊仔咁樣嘅咧，就留咗喺上面，咁同埋咧下低成盤嘅碟咧，好多佢哋都係未洗嘅。咁但係單純地睇食物上賣相等等，即係作為一個成正嘅人，你哋完全覺得有啲咩問題？嗯，我假設你哋冇擺去入口啊，係啦，暫時係完全冇問題。而家仲係用緊 Machan， 冇錯。好嘅，好先。好。好，出面係啦，希爾柏照顧緊傷者。阿夫有冇特別嘢做緊？係店員係咪行開咗啊？店員有蘇芬有三個店員嘅，咁啊落嚟係行開咗嘅。咁而其他兩個店員都喺忙緊，同佢一齊做緊啲差唔多嘅。我問一問啦，你哋已經啱啱所知咧，你哋照顧咗佢係大概十分鐘左右，十幾分鐘到啩？我哋都冇計時，未有任何嘅覺得唔舒服。
我冇啊，我哋冇唔舒服。咁就好啦。咁樣我就踎低啦。咁有三個人好似到啲揾線下一個瞓咗喺度啦。咁佢仲喺度啊嘛，咁佢就問：喂，師兄你好啊！佢答答到我，起碼得罪咗咩人啊？冇，對唔住，我都有人識呢個。我冇，我哋冇得罪人喎，我哋都係啲冒險者啫嘛。係啊，咁平時都係做冒險者做嘅嘢。但係聽講冒險者成日得罪人。我哋冇噶，我哋我哋冇噶，係啦，你見佢好似有啲百詞莫辯嘅感覺。唉，咁你唔講冇辦法啦，我哋唯有。盡力啦嚇，酬勞時候再問你要啦。咁我哋幫你揾下邊個落毒先。佢就即刻行開啦，冇等佢任何嘢講。冇人食，真係冇人食。OK， 大尾佬。我可以做啲咩？你可以做啲咩？同佢哋我又唔知想拎點。佢哋喺度照顧緊你嘅兩個同伴喺入邊。咁我就咁問你，你親身睇下你嘅同伴點啊？他們兩家點了，我信得他們。我想著你是神的事，你應該不怕這些毒的侵犯，可以以身去試一下到底是什麼毒素。哦，原來是這樣。是啊，我太心手了，我知道。哦，因為我見他有在斟水，我在想會不會。哦，那他們這些是一些應急的照顧。所以他們你陣間如果直接吃了毒藥的話，就是憑個身體去知道到底這些是什麼毒，憑定對我們追查誰落毒或者一些病有幫助，你好想我去試一下，我唔知啊。你係咪攞毒嗰個嚟嘅？哇！你喺度，你喺度啫嘛。好先，唔好危言聳聽，以身試毒啊！我唔好危險㗎。我意見，你應該試毒。我聽啲性騎士成日都可以咁樣做啊嘛。我決定同佢割席啦。好搞笑啊！好疑惑啊！嚟啊！又實際咁樣嘅，咁而實際上好多事情其實真係可以去，係可以咁樣做，但你想唔想咁做咧？係啊！我覺得如果去到最後都冇乜特別嘅方法啊，或者有啲 hints 嘅話咧，我都可以去做嘅。咁但我想知道，即係點下點下嗰啲人咧，食嘢之前，即係或者佢哋嚟之前有冇做過啲乜嘢會？即是可能是關於這個他們有事的，你經歷了什麼事？你來這個旅館之前做了什麼？我們昨晚已經住在這個旅館。昨晚也有吃東西？我們昨晚也有吃東西，但是因為昨晚完的時候，費倫斯他，說了一個人名，費倫斯他他俾咗一包，我哋就話可以有一包嘢話，可以加落去就令到啲嘢食好食啲咁。於是乎我哋就有，我哋今朝早就加咗啲落去，都真係好食啲嘅。但係我冇諗過係咁樣嘅。愚蠢嘅人類，我哋要講咗。係啊，咁嗰包嘢仲冇食啊？嗰包嘢費倫斯佢拎走咗啦。同埋俾咗你咩？他跟你一起吃吗？是啊，他跟你一起吃，他跟我一起吃，然后他拎走了。他都有吃那包东西，去了哪个？李伦斯他出了，是啊，你见他还有痛苦，好像完全没想过。出了，是啊，是啊。那在这里，看来，你们不如问问费伦斯是什么人先吧。是喎，好啊，全家事。跟住咁樣繼續喺度，哎呀，你哋講，哎呀，成嗰啲咧一路照顧緊啲傷者，哎呀，你問咗佢係咩人嚟先啦，哎呀，我唔得閒，好忙。同伴嘅重要，啱啊，即係個咩啊？費倫斯，費倫斯係佢我哋一班嘅同伴嚟嘅，係啊，但係佢個人平時就古靈精怪，成日都會揾一啲好奇怪嘅嘢咁樣樣噶。不過佢平時唔會害我哋噶。咁你識咗佢幾耐？我識咗佢三個月噶啦。係啦，佢係仗住阿希爾柏咧，基本上係因為幫佢一路做緊啲應急嘅治療工作，佢所以就冇咁痛苦，佢就講到咁多嘢。但係其他嗰啲嘅係其實點嘅？好，聽嘅人諗一諗先。入面廚房的
理論上你不知道外面的對話有提醒你。我們看到那些餐具沒什麼問題，我就望住我哋位譚正明。譚正明，你應該都很熟悉啲毒藥噶啦。我哋再看清楚究竟那些菜啊、菜魚入邊有冇一些你熟悉的毒藥？我是你的侄哥，你然之後你要咩意思啊？要我係你咩意思咯？你冇話你係邊手啦？我聽過呢啲説話，冇問題。真係好事實，事實喺我細細個時候，我知道啲中藥係真係好多唔同嘅毒藥嘅。嗯，我明白，我唔會怪你呢啲普通人。讚緊你，讚緊你，讚緊你，多謝你嘅講法，唔伴你啊嘛，正面啲。嗰個就係個 intelligent check 之嚟，點嚟？嗯，我係你個份，都嚟熟咯，邊多啊？八八加加教多加二十十，好啊 ，OK 。你嘗試諗一諗，你獲得咗一個好標準嘅答案。呢啲一定是攝入性的毒品，嗯，簡單啲嚟講就係佢食落肚，嗯，係。但是有點樣的毒藥會有呢一種咁樣嘅症狀？你一時之間唔係好諗到，但係估計應該唔係啲你哋平時即係譚正明平時會用的毒藥，因為你知道譚正明平時用的毒藥應該個毒性就唔止係咁簡單。嗯，好，嗯，好。我哋想將我嘅 information 話俾佢。我哋可以衝入去，而家衝入。係咯，既然我哋都唔係有好多資訊，不如我哋再出翻去。我哋出翻去之前，你見到阿肥仔繼續攞住碗嘢喺度整啊？喂，點啊？你哋見到啲乜嘢啊？我哋見到可能有啲毒藥喺殘餘物體裏嗰啲嘢度，即係嗰啲用過嘅餐具。但係我哋肯定究竟嗰啲毒藥。唔好幫我睇埋呢個有冇？打你！就咁睇一睇，就知噶啦。點睇都冇，係係咁睇。佢仲食得咁健康，應該冇事。係都未瞓得到嘅。話唔定佢矮人嚟嘅，其實係啦，可能哦，佢唔矮，佢唔係，但係佢個成個感覺好似係有啲半矮人啊。冇啊！呢個冇啊！呢個嘢。矮人意味著什麼？矮人本身整個種族呢，它有一個特性，就是他們天生對毒素有這個很強的抵抗。哦，即是吃了毒都未必會中毒。是的，沒錯。我就突然記得起這件事，我就看看在那邊來邊去那些冒險者有什麼人。好啊，你出翻去先。嗯。你出翻去，兩個都出翻去。咁啊，代表你都見到你兩個同伴。跟住個信息，我頭先調查了一個瞓低咗嘅人咧，佢同我講咗啲資訊，有一個叫做佛倫斯嘅人咧，原來俾咗一包嘢嚟，佢哋放落去佢哋嘅食物度，跟住佢哋就出現咗呢個狀況。咁我覺得有理由相信係佢哋真係食咗一啲中毒嘅物。咁個費倫斯又唔知去咗邊喎？咁我覺得我哋係要治療之餘，仲要去追查呢個費倫斯。By the way，你喺地下面見到有一個矮人瞓喺度，啊，矮人都～都瞓低，都瞓低，啲毒藥應該都幾強。可唔可以理解到其實佢係中咗毒啊？係純粹係一個症狀似係中毒。係。佢哋有冇嘔啊？有冇？即係你話條脷有冇變黑啦？條脷冇變黑。係咯。咁有冇嘔到？有冇流汗啊？汗是有的，壯心痛苦，是的，生命危險，他都點到十幾分鐘，暫時看下應該沒掛，還可以繼續等，以你不專業的知識，我想沒掛，有六位在這裡，七個，是的，看來有一個，已經有一個嫌疑的人，就應該去找一下，嗯，好，我們剛剛是，我解答了，哦，好啊，好的，thank you，我有個，我可以詢問那個，我知道的系，嗯，阿费伦斯系，系啊，我佢系咩人？佢系一个半身人嚟噶。半身人有啲咩 background 咧？请问
哈比人，哈比人，哈比人。如果你有睇魔戒，例如啊哈比人呢一個概念，而喺呢個龍與地下城第五版入面咧，哈比人喺呢個 Player Handbook 入面有基本有兩種嘅哈比人，係啦，一種係睇落可愛啲嘅，另一種睇落係粗壯啲嘅，係啦，粗壯啲嗰只咧，天生對毒性都有一定程度嘅免疫力。咁佢係粗壯啲，係粗壯。誒，你未見到佢唔知。我問佢，佢係咪嗰啲又係飲酒打扮？係啊，佢係嗰啲嚟噶。係唔知粗壯。佢應該係。我記得佢係話個包嘢，佢係喺城外嗰個御史宅嗰度揾翻嚟。嗰邊話啲人介紹話嗰度啲嘢依包嘢做調味料好好咁樣，佢就話買翻嚟。我記得佢好似有咁講過。城外御史宅。咁呢位本身人費倫斯先生，佢有冇啲咩特徵嚟？頭髮嘅顏色。佢個頭髮係啡金色，同埋好亂噶。同埋咧，佢個係對眼咧，成日都好似佢對眼咧係有少少鬥雞噶，我幾驚佢喎！佢眼佢星星，星星啊，鬥雞，係有少少鬥雞眼噶。咁唔係，裝住。問咯，我哋咁啊，着住啲咩服飾啊？佢出去，我記得佢出去之前，佢係著住嗰啲工人褲咁樣樣，係工人褲，因為我哋平時會做冒險，咁條工人褲咧就側邊有個腰包，有啲匕首咁樣，咁佢都有孭住。係有保護自己啦。嗯。佢係好人定衰人？佢話佢哋係同伴啊嘛，佢識咗佢三個月啦嘛。他不會害他的嘛，他覺得。你本身結伴的原因是什麼？他結伴的原因是Hello Debbie， 你今天玩的什麼角色啊？我今天在這個 D&D 裡面就玩一個叫聖騎士的角色，有個光明的合士，我自己這樣形容我會繼續說下去的。我這個聖騎士，我其實就對於這個 game 是新手啦，我其實不是很熟悉聖騎士的特性是甚麼，那就很靠 DM 和我身邊的同伴去提我啦，我有甚麼能力這樣但我一直 keep 住喺個 game flow 裏面，我都覺得很好嘅。咁我覺得喺呢一次嘅合作裏面咧，我就覺得可以運用我嘅好奇心同埋我嘅衝動去 explore 下多啲嘅嘢俾大家睇。咁你今日喺都算新手啦，都之前玩過一兩次啦，但係今日有咩感受？我覺得開心嘅，因為Francis 同埋阿一哥咧，我都係之前。有少少嘅默契嘅，因為聖騎士嘅身份咧，可能係神聖少少，亦都大文有提過我嗰個性格嘅決定嘅時候咧，係要中間嘅，我唔好成日左左右右啦。咁聽咗呢個意見，同埋我頭先諗就同 Francis 係有啲夾咯，即係譬如佢係賊嚟噶嘛，佢要揾錢噶嘛。咁我有時諗咗啲鬼主意嘅時候，就唔喺我個口中裏面講出嚟咯。我就話：喂，咩架雕啦，同人哋咁啊，可以一齊賺啲報酬咁樣。咁我覺得呢個位係幾得意嘅。好，thank you。Thank you。